OK， 天啊，他可以跑到人家餐馆啊唱歌，然后里面在鼓掌的。好了，收讯息可以了，唱一首就好了，又你懂啊？谢谢。好 ，Thank you。他可以说好了，谢谢了，好了。先说谢谢，然后接着再唱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说谢谢他们。晕倒，把他们唱歌。OK， 好啦，说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还有人拍拍手。